感恩本尊，感恩法身，也感恩我们海内外的同道能够一起来聆听本尊的开示，非常的感恩。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来自西湖，我名字叫林月里，今天带来几项的向本尊赞意。第一项就是我有一天呢，在我的房间，我就坐到椅子在休息，忽然间呢，我的上面那个天花板整个铺满的漩涡光。我们那房间是两间大的，全部每个角落都铺满了，看得很清楚，在我上面，可是都是隐形形成的，是彩色的，都一直在动，全部都在动。可是一刹那我真的看傻了，我不知道要怎样，也不会一直看，可几分钟它自然就消失了，就消失。再来就是第二项，有一天呢，差不多暗时三点半，忽然间来了一个人，他身穿的是浅咖啡色的帽子，也是戴咖啡色，看起来就很像古早的那个员外，那个帽子，可是看起来很像那个土地公。可是他用无声之声告诉我，他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庙寺。我说这个三点半我们是要怎么去，可是他也没有回答我，就是用无声之声的，就感觉他站在前面，我再站在后面，就一起咻一下就去到那间庙寺了，好像没有看到我走路呢。这两个人一起就到那个庙寺，我说三点半你看庙门都关了，我们也不能进去。可是刚我讲完以后，我们两个已经进去了，就是好像穿墙过去，穿那个门过去，去到里面，哇，那里面就是都花光，就跟都是金黄色的，看到很多诸佛菩萨，他们都是坐在莲花殿，我说一句说，我也要跟你坐。那时候三点半我有在看。那再来还有一项，就是说我一个人去到银河系，可是到那个银河系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光点，大小的很多，只有两种颜色呢，就是天空色跟光，小小的密密麻麻很多。那再来一次，我也是在已经是天亮了，我没在睡了，可是想想我都不爱闭眼，就要蒙豆蒙豆。忽然间为什么看到我拿一个这么大的透明的杯子，里面装的是茶水，已经靠在我嘴巴，就在里面，我里面精神，我就恍然大悟呢。我说今天我所看的每一种的境界都是光赐给我的，不管我是遨游宇宙，遨游山河大地，我常就是这样，想去就去，什么景色都有，你想吃什么想就有。我发现说这样你要会法，会让我们的本体会让得离苦，会让本体得到依归，会让永恒得永生，这不是很好的，这跟找也没有第二个法门，应该还更多人知道。所以我就开始就想我应该要介绍，可是我没有办法一时间说可以散播每一个角落，我可以用亲近的朋友来帮他们介绍。没有想到我一介绍他们都很赞叹的，很震撼，说那有这么好的法门，你现在才在跟我说。我说真抱歉，我是去年三月才加入的，所以我一直在体会，一直在摄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可是我发现都是真的，以前我没有这个境界过啊，所以我就向他们介绍，可是他们说我一定要来见本尊，所以他们亲自来到现场。没来，这次都有来啊，都有来，他们要变带，你有给他带动啊？我在家就是一个礼拜一二三五都有在我家带动，差不多是有时候三十几个四十几个我在帮他们带动，因为是我的经过带动，不然我也不会啊。可是他们都说发觉都很好，所以他们说今天要来见本尊，所以亲自来到现场请本尊聆听本尊开示啊，我们请他们起来啊，我们这师兄师姐这个就请本尊帮他们花帮他们就是加持放光提升。你要怎么加持？吹气、吹气啦吹气吹气是要让你的灵魂觉醒啦，吹气不是在说要让我拼命说我靠我拔河，不是，吹气的目的要让你灵魂觉醒。你看那吹的瞬间倒了或什么，那个实相一定很好。你说吹气吹不倒，不要想境界，
都还有概念存在啦。一吹就打啊，一吹吹不动那也没关系。我现在吹不是吹你肉身啊，吹灵魂，那个倒力的、啊、倒的那个力量气力啊，是你的灵魂让你退的，不是我的力量让你退的啦。我这样起来，我是针对灵魂。那、啊、你灵魂一觉醒以后，醒来以后，哎，就很快了，实相带动都很快。他刚开始我是给他吹过嘛，吹那一口气，你可以再吹很多人的气都可以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请分身，每一次来分身都是两个在我家，他、哦、有帮他们安阳光、哦，不知道有没有安到心、哦，本尊再安一次。哦，吹几个较安的对了哈。哦，啊，你爱有一个概念，一个喊我写表功夫，我懂我咪了。我马上叫人弓箭步啊，啊，弓箭步啊，懂诶，吹咧就假，那倒咧就假。啊，目的吹气目的，就是要让你先话啊。吹气，你做了哦，就形成定生活哦。就谈多讲的谢丁格的猫，是这样。你当看人怎啊跳起安，啊，你分身出来，你吹气也吸到，要吸这个气，光就对了。迄阵较早三十年前出来，我拢用吹气的，迄叫做放光啦。啊，因为放光去用起手，比吹气啦。所以吹气是光啊。气，我这个气在庄子来描写的话，可以讲一大篇。这个气就是这个气，一气通天下，那不是实相。哦，啊，做主人，你看这个气的气，一主人的甚至做些现象出来，吹了有无？不要紧，你忙讲咩？我车饼，车饼哈，啊，要车饼，我一定输你啊，因为我拢会输人啊。哦，主人啊哈，放轻松，啊，忙紧张，这不是要开刀，嗯，好来。存一个啦，拢会留一个啦，拢会留一个哈。来，来紧，留一个，你心内袂使讲要我车票。你即摆安怎想呢？光啊，请接受我吧，安德。光啦，我毋是光啦，大日啦啊，啊就足紧就对啦。哎呀，你啊境界好，看这气气一个光啊，有时候七彩光，有时候蓝光，有时候黄光啊。啊，我是甲讲叫气。啊！你自然地哪会有？你嘛有灵魂啊，哪会使讲无？啊！你袂使雕工济哦，你唔免互我面子，多多爱家己有显化出来，安尼才有意义。你不要伊起来讲灵魂啊，请坐我，互我坐落安好来。开始，你家己做家己好。有啊，哦，你有得好，嗯。OK。感恩本尊哦，我希望他们哦，每一个都能各个能够变成一个。有啦，你有心要研究道拢有啦。我这是经过千锤百炼才体会出来。我希望他们粒粒都是个种子，以后可以为我们大家。我是希望大家拢会当看到家己，我的目标是阮的会员拢会当看到家己。因为我较早二十几年前分身安分做的是，啊，社会拢讲我咧骗人，啊，就随时甲我打压，这你拢看有到。他们都很相信，应该对了。我真也毋是要互相信，也毋是要毋惊人排斥。啊，我真是一个化验，讲后期有会员，我拢要会分身。感恩本尊，感恩本尊。